陈芳玉带来歌曲《爱你》。的粉丝打声招呼吧。好啊，嗨，大家好，嗨 ，hello hello， 嗨，啊，那其实非常的好奇哦，想问到方宇，那么这一次呢，在 QQ 飞车手游竞技的舞台上，为粉丝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表演，那想问你，会不会觉得这个舞台跟你平常表现的舞台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啊，其实很不一样。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有看到参赛者在比赛，然后我自己还蛮。激动，很激动，对啊，然后很开心可以在这边为大家加油。是的，那么接下来第二场比赛呢，将会由小玉对阵到月。那么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他们两位选手说的话呢？希望你们表现得很好，然后我会为你们加油，然后继续努力。是的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努力。好的，感谢方宇为我们带来表演。那么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到来，请落座休息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又到。